周嘉怡和林小珍这一对啦。由好姊妹变成仇人的新闻小花，2013年嗰时传出周嘉怡做小三，介入许芳辉的婚姻，而林小珍就正正因为小三而离婚，所以她好不喜欢周嘉怡做小三，两人仲试过一直播节目冇交流添。陈间和李君雅虽然好似大冧都扯唔埋，其实2012年陈间啱啱上紧位，点知佢贪玩，拍咗港女十色嘅相，仲上载埋 Facebook 添，搞到高层好唔高兴，于是就将原先俾佢嘅机会送咗俾好少出错又勤力嘅李君雅。陈间因为咁而好唔开心，仲有谂过离开大台添。